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包乐乐。这期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盒子包，今年的新款。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皮料，它这个皮料是鱼子酱牛皮的，做得非常光泽的，做工非常完美，手感很舒服的。手感非常好，看一下它这个底部，它这个底部也是做的非常好，看一下它这个颗粒做的非常晶莹的，看一下侧面的菱格也是对的，很准的。这款包包非常耐用的，做工非常精致。然后看一下，然后这个包包是客户订的，那个链条没有拆掉，保护膜没有拆掉。然后看一下它这个内里的空间相当大，可以放很多东西的。化妆包可以放很多化妆品在里面的。然后看一下它这里的烫金，它这里的烫金烫得非常好。很清晰的哦。看一下它这个雷射标也是做得非常好。做工非常完美哦。很小巧的一个化妆包。这款包包非常好看的。拉链也是做得非常好，做工非常完美。看一下它这里的细颗粒，做得非常好。好了，今天包乐乐就给大家推荐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